这名儿起的就非常的好听，啊，白颜色的百合，白百合啊，白豆腐，这都是一类的，都是啊。我就知道没好事儿。怎么会没好事呢？后边比这还次。上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是在我们后台。对，我去看您的。啊，到我们那儿去看演出。喜欢听相声吗？喜欢。喜欢听谁的相声啊？郭德纲和于谦的。再给他加一万分。白百合演过不少的戏了。也没很多，演过几部。最喜欢的是什么戏？演过的角色，我接的角色就是我接角色的时候挺慎重的，我都是很喜欢的角色才接下来。现在印象最深刻的那肯定是刚播完的《我的青春谁做主》。不是，那个戏是你演的呀？我演了一个女八号。八号还糊成这样了？好多朋友光知道那个戏里有他，实际上你们并不知道，他的家属跟我特别熟悉。对啊，他的家属这两个男人，我就没错，其实是没错，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啊。反正也经常有人说我是羽泉的老婆。啊，他是羽泉的老婆。我已经习惯了。那俩人有一个是啊，但我因为分不清楚，所以我只能祝你们三个人快乐幸福。你得认便宜，得亏说是羽泉的老婆才俩，要说德云社的媳妇儿140多人。